上面图表的话，最简单的当然是您可以直接插入，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说那个资料表比较简单，你可以把 Excel 的物件直接插进来，或者在里面直接打。好像我们在这个这边的话，如果说万一你这一张我想要插入，对不对？好，那您可以直接从这边插入的时候呢，选择它有一个物件图表，好，直接你选择图表，那它这边进来的呢，就是直接向上面进来，好，就进来，那它会有一个像 Excel 一样的在这边。如果老师的数字比较简单的，像这样子可以，好，就比较快，你不用说，因为好处是你要改这边就图表就直接变，好，图表就可以直接变。那当然，如果您觉得这个背景不喜欢，你还是可以做调整，好，图表的选项这边可以做一些调整。有一个在右键面有，有没有？好，这样进来，它背景会自动取消。那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不过呢，如果您比较复杂的，一般来说，老师您可以看一下您的光碟片里面哦，我有一个相关软体，您把它您打开之后呢，您看到这里面我有帮您做一些分类。跟影像处理相关的，好，跟影像处理相关，其实我们可以用抓图片的方法。当然，如果说你要就是还要能够操作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打开直接另外打开 Excel， 因为毕竟在简报里面你要操作的时候是比较不方便。好，那如果我们希望说你要比较大的直接进来之后，这里除了有放我们的 PhotoCap 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个 PicPic， 这个也蛮好用的，这个都不用安装。老师您只要放在学生里就可以用。PhotoCap 现在已经有那个 6.0 快要出来。好， PhotoCap 的部分。好，您看哦，你把它点开，里面就有一个，有没有这个？PicPic， 它主要的功能是要来抓这个屏幕上的画面。当然它也可以拿来做画，像您看到我在演习的时候，我都会在屏幕上画来画去的，有没有？好，那它也有这个功能，好，也有这个功能，所以您把它打开之后呢，您会发现在您的工具列会多了一个像这样的图，有没有？在右，在您的工具啊，请我看，再放大，大家有看到了，就是它会有一个小的像那个调色盘的图。那有了之后，老师不用担心，它都是中文的，啊，都已经是中文的。所以呢，您要抓画面的时候，假设您有一个简报的图档。其实这个就不只是那个了哈，不只是图形的部分，事实上你所有的都可以用。比如说我今天作为一个网页，好，作为一个网页，我想把它抓下来，您可以直接在上面点右键或点左键都没有关系，好，点右键点左键都可以，荧幕截取，有没有？好，右手边这边我再放大一些，截取的方法很多，因为假设老师不用软体的话，至少您要会那个键盘上有一个叫 Print Screen， 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好，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常要的并不是那么大的区域，我只要某一些小的区域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考虑用。我们最常用的应该就是所谓的矩形区域，就是一部分而已。好，一部分而已。但有些时候如果网页你要完整抓下来，我们用所谓的卷动视窗，因为有些网页不是会超过一页吗？有卷轴，那这个时候你用卷动视窗就可以把它完整抓下来。好，那你看，我如果用矩形区域，好，等一下，好，那您就它会变成像这样十字，您可以用拖曳的，也可以用按一下再放开也可以。好，比如说我就抓到这边，好 ，OK 的，那我抓完了，您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复制，复制就贴过去。好，所以如果说您的图表的部分假设比较大，那您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抓下来。好，抓下来之后您再放到我们的简报里面来，把它贴上，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好，假设你不是要操作的，只是要单纯呈现的话，那你就不用再去做一个切换的动作。好，那这是一个。那么在这个编辑软体里面呢，其实它还有一些这个，有没有？您有没有觉得好像 Office 里面那个绘图工具，哎，所以您也可以在这边，比如说，哎，我今天的重点是在这里，我就把它画下去。好，你看，我填满，也有外框，框的粗细，我想这个各位看起来都很熟悉的，
哦，所以应该不用讲太多。所以你看这样弄好了，那你还可以加上这个哦，比如说这个线条，对不对？你也可以这样拉，这样都很 OK。好的，老板，而且您直接复制的时候，就是连那个一起复制了，所以我把这个拿掉，有没有就复制进去了？你不用在 Word 或简报里面再来画啊，因为老师有没有发现你在 Word 或者里面这样画的话，有时候那个位置会跑掉，很讨厌，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弄好就 OK 了。好，那这个软体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说，您今天比如说我又来抓这里，好，其实它有快速键的，我刚刚偷用快速键哦。好，我又抓起来了。那我们 Windows 剪贴簿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老是会忘记以前的东西，也就是它只永远记住最后一个，对不对？所以呢，您看一下，我刚刚抓的有没有都还在？在左上角有没有像看网页一样的页签？对不对？只要你软体没有关掉，你随时都可以再回去，再把刚刚抓到的再拿来用。哎，所以事实上这个软体还蛮不错的哦，就是您在使用上，那它本身也有一些所谓的特效可以加进去，比如说你有某些地方要加马赛克啦、它就好像这个影像水软体一样哈、基本的，那你应该可以在这边做。另外呢，如果你要加框，它这边也有。好，有没有就加一个框进来了？好，所以就还蛮简单的了哈、只是就是说您在使用上的话，不要客气，因为其实有很多免费的软体，我们可以帮助各位在做简报的时候或者制作教材的时候会变得比较方便。好，好。